好大的打击呀、啊！快来和我玩耍吧，兄弟们！还是美食之翼啊、哦！开局妖怪爆了一张女枪，都知道女枪大，所以我们暂定养一手女枪。开局第一个强化符文哦，彩色的，我们素质删连一下。啊，漫游训练师，这可就相当于三个铲子呀！美食之翼与漫游训练师，我直接领先三个铲子，可惜了，没有比尔转，要不这局九比尔女枪了。不过这法师转、格斗转、主宰转跟女枪也不搭嘎呀。再连上来五分呢，我们拿下一个锁子甲。回来第一个人口来了，我们现在相当于有六个铲子了。再换上五比尔，轻松连上来第二强化魂。我们再拿一手后期专家，玩九比尔肯定是要拉九的呀。现在我这女枪已经有点大小了，我们再把装备给上女枪。最后我可能给一个法转，玩上那么一手法转女枪。正当我一切都计划好了的时候，甚至女枪已经有点大小的时候，我四杠一来了张法技。本来是不推荐大家美食之翼养五回卡的，但来这么早还是一个法师，这不养属实说不过去了。正好女枪的装备能直接转移过去。Sugoi。来到最后一个强化符文，我们再拿下一手灌注，这局就是八法师大波浪狐狸。None this guy。四杠五，第二个人口也来了，我们再给到狐狸身边，接下来就是养妲己的环节了。妲己。陪你玩。五杠五，我们拉到九人口，换上八法四主宰。现在的狐狸就已经很大了。